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强。保罗·乔治最近在参加牧时，曾经质疑前快船主帅道格·里弗斯没有正确使用自己，导致其发挥不佳，说里弗斯把他当成雷阿伦或 JJ 雷迪克来用。今天里弗斯接受采访回应了这个话题，嘿，听着，我喜欢执教他，所以我没有太多好说的。泰伦·卢当时就坐在我身边担任助理教练，因此他不要指望会有太多的调整，球队打法不会有太多的不同。听着，我们输了球，我认为每个人都需要承担责任，当然任何时候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，球员也可以打得更好一些。这个话题到此为止吧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再走啊，老板。